早上八点钟起来做核酸，然后去看一下我的战车怎么样了。今天起得早，因为今天无论怎么样都要离开这里。还好人不多啊，这个点人家刚过来，人家师傅在忙呢。看一下这边上加个这个就好很多。来，大家看一眼啊，现在是不是漂亮很多啊？这个造型老白还是按照达到老白的心理预期了，最起码我是想的是这个样子，可以的啊，大小也合适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现在呢就焊拖挂了，直接上我这里摆。老板整这个这么粗的钢筋，我直接给他焊成死扣。然后呢有朋友问说我这怎么办，看看我这有螺丝，这是个活扣，把这个钢筋打一个环扣在这上面，它就这样挂着，它上坡下坡也不会脱。哦，你妈呀，我这去，我的妈呀，我这得有3米长，这玩意儿骑不好骑的路上得注意安全。哎，已经好了，让老板试一下感受一下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呀，目前感觉还行哦，看一下。现在老板把这个款给老板一付啊，这段生意就算完结了。出师不利，哎，刚到我住的地方螺丝就掉了，我得乖乖，没办法，在那又买了一个虎头钳子，买了一个扳手，因为防止把路上掉。但是我回来的路上我好像见到我的螺丝了，他配的这个帽子没有我自己的原装的好。哎呀，这不螺丝啊，应该是你了，看到没有，原装的是这种螺丝，他给我配的是这种，我还是把原装还运气还不错还捡回来的。我现在要把这个气给它打满，目前打算撤离静宁县啊，看看，反正骑了一下，除了稍微的能比原来累个一半吧，其他还好。路边又看到一只小黑，跟我们家小白，看到没有，这一身白那一身黑，没办法带不了你了，他应该是有人养的。上大坡已经体验了，现在该下坡了，试试这车怎么样。已经马上4点了，今天早上一直忙着的，没有喂小白，给小白吃饭了，先将就一下。小白一遇到大块的骨头他就会叼着跑，这个希望他不要跑了，就在这吃，不要跑。有个这玩意儿，车倒是稳定性都好很多，就包括自行车稳定性都好很多。但是说实话，哎呀，其实平路啊，我都调的高档，然后转个1公里左右就要休息了。今天爬坡爬的比较多，因为这边说实话平路有，但是坡也比较多。反正统计不出来，我现在不要跑多远了，反正确实比平时要累很多，最少累一半。今天脑袋头上在汗，就没下去过。现在要进入会宁了，这一进去就返回不了了，前边也不让过。老白已经成功的追上徒步老哥了，这边还有一个美女，她比我们早几天在这卡着的。看，就我看这3辆战车啊，就老白的比较啊，比较看着比较单薄。这里到那里有多远？到静宁，这里到静宁不是会宁，有没有30公里？25公里有吗？那今天我就从早上从中午12:30出发到现在，现在已经5点了，才到这边，才走了20公里，因为这都是爬坡的。好了，去，去，别动啊！敢动打你啊！小白要吃晚饭喽，我还没吃呢。这个火腿没有是昨天那个2块钱的火腿好吃。
哎，去，去，你在这我打你了啊！你就不听话了是吧？别动，别动，管不住你了是吧？啊，是不是管不住你了？好，是。妈呀，他两个还干仗了，我乖乖呀、啊！今天哎呀，天晚了，整个白菜做起来比较简单。本来想找个柴的，现在我这气烧火不行了，后面还是得找柴。今天赶到这边已经晚了，随随便便将就吃一点吧。哎呀，怎么简单怎么来。就这么咣当一下，哎呀，早上到现在我都没吃饭。嘿，成，你都吃好了，你还在干嘛？啊？小白棋吃浑身都是劲儿。哎呀，锅都没洗。不管啊。去！啊，这小白在外面做点事儿。哎呦，擦！完了，你去喝。倒水你不喝，你非得在我这盆里面喝。哎呀，还有火锅料呢，我忘了。哎，怼一点，再怼一点。做好了，炖大白菜。知道静宁那边到牧原那边买的饼还没吃完，这两天在静宁县没有做饭。看小白现在给我越来越不怕我了。老白，今天这个站车还好，以后你快一点。反正和我的设想的相差不太远，唯一的就是太扎眼了。原来再回头自行车装满以后，直接就穿过去了，快穿过去了。现在只有这个站车，一路上10个也就8个也回来。哎呀。老白，你这也成了骑行地了，你可能很练了仔了，一定要体验一下这边在这野外睡觉隆重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啊，感谢大家，再见。